主角係啊，想我哋四個有一部戲做主角咁啦。係咯，係啦，我諗都應該要有嘅，公司應該會嘅。唔係一套劇都我哋四個做主角啦，基本嘅都係今年內嘅事發生啦。唔係啦，或者阿 D 哥拍得多，佢冇咁 ming 都得嘅，我哋其餘三個多啲都得。新公司可以搞翻個視帝選舉，等視帝咁啊 D 去攞啊。係咯，咁即係做馬就得佢。好啊，好提議喎。D 同 Stan 呢兩個爭啊，做視帝。Makerfield 視帝選舉要搞啊，第一屆我哋。等佢做咩嘛 ？U T V 梁烈維。嗱，你四個要咩主題啊？咩主題？係個劇咩主題啊？個劇玩點？冇乜所謂嘅，即係好似嗰啲明星大集會嗰啲咩都得嘅。有拍《西遊記》我哋。嚇？情慾戲嗰啲啊？唔好搞啲嗰啲不要。我情慾戲我 OK 喎。老夫子都得，係啊，咩都得啊，係啊，老夫子啊，聰明笨伯啊。我哋一出道嘅時候，我好想拍一套嘅金鐘四大才子，睇下有冇人寫到，係啊，都得喎，都得喎，好啱我哋金鐘四大才子，係啊，真係有得做啊呢套，希望有人有心寫呢個劇本俾我哋。係。好啊！或者開一個叫《元夫的生活》都得嘅喎。咩啊？係啊，即係公司開，即係新公司啲資金俾曬我哋攞嚟使，我哋仲使曬全世界最好嘢食、最好嘢飲、最好嘢酒。唔係，等陣先，等陣先，佢哋未必明嘅，因為咧呢排 D 哥成日咧買套裝一套買嘅，係啦，佢好中意元夫嘅，所以真正嘅元夫華就喺度啦。我改名叫阿 Ben 唔叫阿 D 噶啦，係啊 ，Ben 哥，唔好意思。同埋新公司唔係淨拍電影噶，電視電影噶嘛，佢仲有即係唔係劇同埋戲啊，佢仲有綜藝噶嘛，都有噶嘛。綜藝我都想拍嘅，係咁出 trip 都想，最好唔使翻嚟香港，係咁出環遊世界咁。喂，好啊，好想。我想唱曬啲主題曲喎。都有嘅，我哋都了解當中，希望係咪可以年尾啊？今年年尾有冇驚喜啊？大家好嘛？但問題你哋想唔想睇先？係啊。真係唔係喎，佢哋個眼神好似唔想睇。係咯，你哇，好虛偽喎！我第一日就收到好多 WhatsApp 問啦。唔係見冇啊冇啊，唔係個個淨係唔係冇 Mira 飛啊！唔好問我哋啊，當我哋咩啊嚇？每次開演唱會最忙嗰段時間就係呢幾日。同埋講咗俾你聽，我哋 Viu TV 地底嚟㗎嘛，你又唔信，起洗都唔信。我哋夾係冇飛啊！夾深層嘅夾心啊，係啊。Mira 開 show 地底嚟都不如，何況 Mira 開 show 我想問啊。係啊。但你哋有員工證㗎嘛？應該入唔使嗰啲。冇啊！我哋員工證透明喎，我哋冇鎖嚟開門㗎。冇啊！大家搞清楚，嗰個咪員工證，係一張開門嘅卡嚟嘅啫，係啦。有冇唔慣啊？有冇唔慣嘅？我已經好滿足啦，一次夠嘅啦呢啲。冇名贊助。呢啲咁幸運嘅機會係啊，即係今日係主打 Makerfield 嘛，係咪先？咁我就唔冠名贊助啦，今次呢個 event 係啊。顧名贊助咧。顧名。係。係 IP 啊。顧名贊助死咗啊！佢 out IP 我啊嘛。得明，下一題，下一題先，下一題。打賞個 fans 啊！打賞。打數就得，打賞喎。嚟呢啲私底下解決 ，OK？ 係呢邊係咪有問？哦，官方 fans 級搞掂咗 Mira 嗰個，應該可能有冇機會到我哋，我哋都未知。咁咪 Cola 嗰個先啦，我哋一 fans 嘅啫，唔使你諗下先啦。下年攞唔到獎啊，上次講個咪講咗咯。OK， 繼續做。講真，以我瞭解咧 ，Mira 搞 fans 級有啲優先認咩啊？優先換票啊？優先咩啊？優先購票啊？但我哋唔需要，我都冇人搶嗰啲飛，根本上連 fans 級都買到。冇錯。都想嘅，但機會係咪屬於我哋？我哋再諗下啦。我哋唔會故意強求，係啊，做好公司俾我哋嘅工作。有就有，冇就冇。係。等先，太多有啲重啊，其實真係。係奶啊！我幫你，普通卡，幫你攞咩啊？普通卡至少都可以的。最多幫你攞呢個啦，好唔好？認真一。喂，三哥幫手攞個，有啲攰啊喂。喂，咁你攞翻呢個啦，你叫三哥。真㗎。是但啦，快啲啦。嚟一波。我們都要輸拿呢個啦。来，新公司成立，有啲咩嘅诉求啊？随便提啦。我真的好开心啊！这个新公司，我喜欢呢所有剧集的主题曲呢都可以给我唱了，我真的好中意唱歌的嘛。我说这不真中意的，我喜欢咱们的都可以做那个主角的。你是哪里来的？北京来的。咱们嘛。管你管到咁劲。好了，可以是 Will Tell， 唔系可以 Makerfield 的红根宝。洪金宝啦，普通话口音。对，喂，那个武打的，打。OK。咩咁样嘛？对，我们希望我新公司可以给我们 C 哥做呢个主角。主角。阿迪哥说他那个
唔記得唱緊咩？係，他是香港，沒關係啦。他是香港的洪金寶。啊，他說他想好那個劇情啦，叫做那個金鐘四代才子啊嘛。普通話，什麼普通話啊？總之公司給機會我們做主角，我們就會派主角。對，係啊，對。他是像 Macfield 的洪金寶，他是洪天明。不是。袁富华，他是 Macfield 的 Cacti 梁立伟，梁立伟 Macfield 梁立伟，我做饭何启华都好了，哎呀，做饭何启华，哎呀，做饭何启华，哎呀，咩嚟噶？做饭乜嘢？咩嚟噶？做饭何启华，哦，做饭添啊 ，OK。最近有冇人勾你哋，即係托你哋勾飛啊，勾咩啊？有啊，好多人啊，好多每天都好多，超多那個開 show， 我們都好多 message， 好多人問我們有沒有好的票賣啊，這樣。我差一點點，以為自己打錯工了，我以為自己是賣飛的。對啊，這是。我昨天有一個很厲害的，他給我一個呢位置，他括我这个位置，说我要这个位置，可不可以帮我买嘛？我当头吓一跳，然后他担心，我在那里以为自己真的是买废的。然后我想一想，我原来我不是，我是 Macfield 的地带来，不是买废的。Macfield 的咩？地带来。OK。好，好多人啊，昨天啊一起抢了好多 message， 光很多很多。我七人线的他们，不是普通话来的，吃到不能吃米线了，就是那种感觉啊，吃到不能吃了米线喽，哎，这抄他们了，对，抄他们的牌啊，对啊，这抄他们了，全都播，哎，真的。你上次有我们 era 开 show 的时候啊，你才打给我们好吗？我们不是密码啊，对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